心脏的勇士，并且绝对不会让他们过期。他们喂，哎呦，外卖帮你挂在门口啊。好好好，外卖放门口就行。血块病哭再杀他一次。
水溪练习。阿耶。哎呦我操，这里也能漏啊，我刚就有预感我 Q 完了会漏，这不真漏了，我干。那没给我挂水的话，伤害挺高的，可以杀。这里不会有眼吧？有眼我就死，有眼我就死给你看。敲散了，血块冰封。EQ 消耗，
我操，这怎么又被控死啊？还好我的装备领先太多了，他们控不死我。我等级生命值都挺高的。这没把我控死啊，我都以为我送了。把我五杀抢了，这锤石能续上不？不好意思，还是续上了。Q 一下减速，呼呼，好爽！